既然他这么优秀，让他。 你来干什么？我……那些东西是你的，带走的。不需要了，你直接扔掉就好。我来是想求你，把帕拉伊巴的设计稿授权给水之妖，跟水之妖合作。我真佩服你啊！你还有脸过来求我？如果你今天不答应。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等到你答应为止。随便。
董事长，没想到您还愿意见我。之前的事情，我知道错了，对不起，让您失望了。要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你是我的小辈，你辜负了我的信任，但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解释。 您应该都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了。穆子云是除了我妈妈和外公以外，我唯一的亲人。妈妈出事以后，表姨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这么多年，她对我尽心尽力，视如己出。妈妈这些年四处求医的治疗费。 还有我上学的学费，都是表姨给的。所以你为了报恩，就把余家的股权赠送给了穆子云。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表姨会这么做。我以为，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连表姨。 也会骗我。虽然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但也看得出来，你承受了不少痛苦的代价。穆子云的错，我不会怪到你的身上。谢谢董事长。 好了，聊聊你眼前的事情吧。水之遥的清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一个很有天赋、很有追求的设计师，我不相信你会去抄袭别人的东西。其实，这一次的设计稿根本不是我画的，是思成。这一次我只是提供了思路和想法。 具体落笔，是思成一个人辛苦完成的，所以，我才硬着头皮过来求您，希望瑞华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而连累到思成和水之遥。不是你画的，为什么？因为。 身体还是要注意的，因为你还要照顾你妈妈。商品的事情我都已经交给于毅和于直在管了。我不能马上答复你，我得跟他们商量一下。谢谢您的理解和宽容，那我先走了。 不是你画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双手已经再也画不出设计稿了。他怎么会失去设计能力呢？难道因为订婚那一天？可是明明是他设计害我，他难道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还是说？ 他又在欺骗。严凯，帮我查一个事情。